这边出现的是基隆的消防局长，对不对？好，啊，奇怪，谢国良怎么会在他应该要出现的时间点，然后是不小心按到吗？还是怎么样？他怎么突然下线了？那时候莫拉克台风的时候，我记得台北的这个政坛还在那边，我要去福华吃稀饭，对，有什么这个有什么父亲严重的节这样过分吗？对啊，有什么过分吗？但是那个时候，民进党当时陈其迈是第一个冲到莫拉克的灾区的时候去进行救灾的第一批的人员。那时候陈其迈什么公职也没有，但他就进去救灾。我相信这个应该留在他的心中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但谢国良，你到底是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谢国良啊，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准备好要做一个地方首长，甚至于在台风给你补考的机会，让你在台风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去照顾基隆的市民，他都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觉得这是谢国良非常不及格的地方。这个是认真的哦，因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他是认真的，就是说行政院长或者是总统也会去作证，然后他要听取各个县市啊你们有没有需要啊，或者是调什么抽水机呀、什么等等灾情的呈现。那我先请教川哥我们这边呢，我们这样要切开来看我们先看上半部，上半部来这边是卓荣泰院长，然后各个县市这个林姿妙嘛，这个是侯友宜啊，其他这个县市的首长这样，在这个时间点呢，侯友宜正在讲话，他在报告说新北的状况，然后一个瞬间，这边基隆市政府市长谢国良，熊熊没尾兵，不见了，所以他切下线之后，他就没有画面嘛，就黑掉了，然后再往下看。这边出现的是基隆的消防局长，对不对？奇怪，谢国良怎么会在他应该要出现的时间点，然后是不小心按到吗？还是怎么样？他怎么突然下线了？我还听到卓荣泰院长说，谢市长要留在这个画面上面，请先不要离开。爱被冲上。疫情期间我们老师在上课，学生通常会把画面关掉，关掉就是在玩了啊，就是没有认真。然后老师会说，镜头全部给我打开。那这个每个小朋友都在嘛。谢国良就这样啊。谢国良其实他有报告，那他报告完之后，画面就切走，因为他报告完是换侯友宜报告。那其实这种会是这样，这种会就是大家简短报告啊，先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县市现在准备的情形。大部分都说准备都没有问题，但是都会要求说譬如说我们这边希望国军几军团赶快来待命那譬如说我们台中和平区那里呢可能道路会中断，可不可以请这个阿兵哥譬如说派多少人来然后呢中央的什么营建署国土署公路总局可不可以帮我们协助水利署那个水怎么样。通常县市长会在这个时候讲，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时候直接跟那个部会讲，那部会不会理他，所以这县市长都趁这个时候告状。就说拜托高龙波赶快安诺，这个时候通常院长就会看着那个部长说人家宜兰现在要求这个，通常都会答应。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当你这个县市有需求都透过这个。可是谢国良就讲完之后他就下线了，那下线了以后呢，下线你照道理那个画面要开着，而且你如果离开那个位置很简单，你就派副市长另外一个指挥官上来，你换副市长没有问题，大家也不会勉强你譬如刚刚这个贵阳那个最下面有一位，那个应该也是副市长或副县长就是有一位这个比较白，另外那一位我不认识。这个吗？没有，中间那里。中间哦。对对，再往上，对，就那个白色头发那个。对，同一个。对，你说这个应该是副座是不是？对，这个应该不是县市长，我们也不认识他那对他应该是某一个县市的副县长。就官员呐。就官员。那至少你荧幕要开着荧幕开着就说这个主官没有在荧幕上换一个副手上来，这个没有问题，没有人会苛责，至少你这个县的这个人还在。如果这个院长要宣布什么事情的时候，至少大家都在。你这个基隆，你赶快用黑画面。你用黑画面，就会变成这个院长，他会担心说，我现在在讲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基隆市都没有听到。怕漏掉他，怕漏掉他，漏掉他。那可是呢，后来既然有人出来跑说，不是啦，谢国良离开是因为报告完后消防署全台消防局工作会议。请问消防署长有在这个应变中心吗？当然有啊，这个全中央的应变中心消防署长一定在嘛。那消防署长会在行政院长跟各县市长连线的时候同步在开消防署跟消防局的会议吗？当然不会嘛，谁那么白目。那所以
这个人，这些都是越帮越忙，你知道吗？就是在帮谢国梁解释。那请问谢国梁，你消失的时候，你跑去哪里？我跟你讲啊，有些县市长是这样，他就真的要去勘灾了，已经约好了，结果这个行政院啊，中央应变中心忽然间要连线，这都有可能哦。然后他赶不及回来，或者回来坐几分钟之后，他就要马上走了，因为他已经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勘灾。这个时候，其实啊，这个县市长的幕僚只要跟应变中心讲说，等一下我们市长啊，只能连十分钟，因为哪个地方有灾情，我们要去看，请他跟院长报告一下，跟副院长报告一下，等一下我们会换副市长上来，跟院长连线，这就解决了。你给我开黑画面，如果是疫情期间，老师看到学生黑画面，就尴尬，你是走去佚佗。嗯，好，我来，我再补充另外一个状况哈，这个是基隆的张志豪议员哈，说他所点出来的，他说明明就已经礼拜天哈就已经知道台风要来了，然后礼拜一的下午，谢国梁他不是还发了一个彩通说晚上要去庙口吃，对，某一颗，对，我们就不要把它公布了哈，反正就是某一摊了哈，某一摊，然后用行动支持反霸凉的这个摊商。可是当天呢，一个小时后他又取消了这一个行程。但晚上，他们的青工会，就是国民党的青工会，到原定计划还是去。然后现场呢，除了党工之外，还有谢国梁的两个秘书，还有两个秘书。然后，后来他们就发文骂说，人家明明就很认真在访台，你怎么在骂谢国梁啊？可是呢，他就点出来说，那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在访台的话，你的两个秘书，一个是负责安乐区哈跟中山区的这个状况，怎么都不用去访台会议，可以去吃吃喝喝？那这是不是代表你们对访台的重视就是这个程度呢？我觉得他们对于访台哦，甚至于对于，因为台湾已经好多，我们刚刚其实讲啊，我们在这个录影之前的讨论，台湾已经有1000多天没有台风。对于谢国梁市长来讲，他可能上任一直到现在从来没遇过台风，而且他过去在当立委的时候，可能在处理台风的时候也不是他所擅长的，所以他现在在担任市长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他在这个应变的中心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说原来他要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上，随时都可能会 cue 到他的画面，随时不是他只有报告完以后，他可能还会有跟他相关的事务以及他需要提出来的一个需求，更重要的是他还跟张之豪议员在那边吵来吵去，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做什么。其实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上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讯息，因为网络上有非常多人在吵说啊，高雄凭什么对陈其迈市长在第一时间就要放假啊，这个高雄凭什么，这个台风是从北部来啊。可是你知道陈其迈市长他第一时间放假的同时，他的脑海里面他看到了这个台风非常的扎实，他知道西南气流的概念了，对，就刚才而且他其实很早就上山去纳马夏那些山区去看，然后去确认说附近的居民有没有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而且他就是把山上有100多位的孕妇全部带下山来，因为他脑海里面他想到的就是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的莫拉克台风，那个时候给高雄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重创。那时候莫拉克台风的时候，我记得台北的这个政坛还在那边，我要去福华吃稀饭，有什么这个有什么严重的父亲节这样过分吗？有什么过分吗？但是那个时候，民进党当时陈其迈是第一个冲到莫拉克的灾区的时候去进行救灾的第一批的人员。那时候陈其迈什么公职也没有，但他就进去救灾。我相信这个应该留在他的心中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但谢国梁，你到底是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谢国梁啊，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准备好要做一个地方首长，甚至于在台风给你补考的机会，让你在台风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去照顾基隆的市民，他都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觉得这是谢国梁非常不及格的地方。